这盘棋讲解是2006年的高尔夫象甲第22轮。这次比赛呢没有这个季后赛，就是常规赛，22轮打完啊，最后排名。那么红方是陈靖超，代表湖北队，黑方是吕鑫，代表的是广东东莞日报啊。怎么看一下？双方呢走的是中炮，对屏风马先进了七卒。那么红方选择了上马的变化，黑方就两头蛇。这里制横车啊，先给他赶走飞象。这路走法呢，应该说是比较凶猛啊。红方正常是要对兵的，出车的话是求问啊，布个士，这样的话再对兵，那这样他就看住了，节奏就缓了一些。红方冲边兵，他是想找机会走个马三进一再冲兵啊，欺负对方啊。这个棋。那黑方就先啊严阵以待，他果然来了啊，但是你冲兵，他一吃踩掉之后，这是个对棋，暂时呢应该说并无大碍啊。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啊，他是想渡这个兵，又怕对方打，所以决定献个兵给你换掉之后再过这个兵，让你飞象啊，阵型不舒服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黑方他直接上了，他的意思是我硬往过冲，你这一冲我车杀出去。那红方呢，继续按这个思路来，他意思就把你炮吃掉，将来的话吃你的马的得子，这棋很凶呀。那到黑方吕鑫走棋，他先把对方赶走，啊，对方的话这个棋也不能填炮，担心呢这个踩中兵呀，不断利用他，所以呢到这儿以后，他就走了个平车啊，准备随时底线闪击一下。当然黑方可以退回对炮，倒也不怕，正常是要过兵的。那他没有过兵，而是呢先把这个吃掉，原因在于呢人家在吃他的炮啊，你得先把炮解救呀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棋啊，红方就趁机杀进来啊，黑方就跟他对一下，双方呢到这儿形成一个交换。正常的话就是吃啊，不过对方有可能会有一个冲兵过来的棋，所以的话他就先过去拱对方的车，那么对方正常得吃呀，你一吃他再把你吃掉就好了，将来这个车还是看条线啊。但是到这以后，红方肯定不甘心呀，坐以待毙，他打你个士啊，给你乱战。那黑方到这儿的话，他也就给吃掉了啊，因为你现在如果吃他的话，他可能打你将又把炮给踩了啊，所以他简单吃了再说，不着急嘛。那拱着车你总要表态吧，我这边能过一个卒啊，虽然说缺个士，这个卒过去厉害呀，有攻势啊。当然红方的话，这个棋他也是一高两大啊，不怕你，就兵三进一跟你对杀。你过个卒，他马可以退，反正破你个士再说。缺士怕双车啊，这个棋双方是互有顾忌。那么黑方他进炮，先打一步马看看。那这儿的话，找机会进车就可以锁马，啊，所以红方这个棋可能要受攻。他这里呢，浑然不惧给弃了啊。陈靖超的外号就是江湖妖刀呀。那突然弃了，你吃还是不吃呢？你一吃，他进兵拱马，马也走中路受攻，所以这个棋是个先手。啊，黑方他象调是求稳，这样的话继续呢打马，让对方往回撤。那红方呢，他进车呢棋合，啊，给你对杀。如果就此交换，那肯定是亏呀。所以呢，黑方就守住他。那这个棋，红方啊，看似可以把卒消掉，实则呢没有用，人家把你打掉之后，进车一锁马，这个马要丢，所以你多丢一个，那不行啊。所以的话，他决定用炮。先平开打一步车看看，那正常你一退的话，他可能就杀过来，或者是啊进车就给你对杀了。所以呢，黑方直接把中兵给踩了。他认为这边踩着马吃着炮，看你怎么走啊。你要放中炮，人家炮把你马打了。那这里的话，他果然放中炮啊，那肯定要打。打完之后，红方意思是一个马一调整，可以把对方马先吃掉。黑方呢自然不愿意，进去呢就去保。那红方这棋也就吃了。吃完之后呢，这里它有一个车八平三，吃着马，你正常去保的话，他这边有可能又杀过来吃炮了，将来底线一僵呀，这个老将一离位啊，双车可能很厉害，你要退车一对的话，你这马丢了，所以呢，这儿又丢卒又丢马，那肯定不愿意啊，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呀，他就简单跟他棋合对一下，那你正常应该就换掉，把马一吃啊。现在他退炮回来放中炮，那边对完之后一抢卒，
应该说是一个黑方车双卒啊，对上红方车上全，那红方是没赢棋了，他要顶啊，这个棋黑的也不好赢啊，应该说可战。实战他是退了一步，想继续利用对方一下，再把这个子吃掉。陈英超这个棋走的有点用强了，因为他以为啊，对方一走开之后的话，把这个一吃，对方缺失象，这缺是不就怕双车吗？想杀吕琴，看看吕琴怎么走。吕琴走出一步飞象啊，这招棋真是妙呀！现在吃着车，人家象着车，你还跑不了了，非对不可。那对完之后，你等于说就不吃这个马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正常得把炮吃掉呀，不然少子不敌呀。但是你吃的时候，人家出老将，这边拱着车杀了底士，你就不得不吃这个炮，结果呢底线呀漏风了啊。这样的话，他把卒保留，下一步一上马，这个车马卒杀你车炮，你很明显不利呀。所以到这儿啊，贪心了一下，被人家妙手飞象呀所利用，这个棋解的确实高。点将之后呢，退将啊，到这儿肯定是不甘心，将了几下，最终的话他是平车过来，就限制这个马上啊，你一上我先杀你啊再说。你上外马的话，暂时好像没看出什么棋啊，他不想丢这个士，先补起来，然后就可以上了。退回想要压马，黑方不上都不行，因为这个马一旦被压回来，把卒一抢，那这棋咋赢？所以他必须得上啊，这儿就吃上去之后准备跳将，他就平车准备过来变马腿。那到这儿以后，黑的是往下冲啊，红的是退车抓，他这边呢先跳下去啊，给你吃一个，看你吃不吃吧。到这儿的话，这个棋啊，这里还不能吃啊，看着踩个是没棋，其实呢他有一个退车将，你一下去回马挂角杀棋，所以这个杀招太厉害了啊，你想吃不能吃呀，他只能拆炮啊，下一步去吃。那这时候黑方就把这个士一踩抓着炮啊，丢了大子你也不能动呀，他就过来锁对方啊，黑方就下，红方呢也就趁势把这个象补起来，不给他破。然后呢黑方他就进老将了啊，接下来这个棋啊，他是退了一步炮啊，想把对方马困住，这个棋呢有点贪啊，到这儿关键你又不能先打，这个棋正招是用车吃，为什么不能打呢？你打掉之后他一踩炮，将军抽着车，你不丢一个吗？你看着到这儿可以守住啊，他马上抓你一下，但你炮退一步不能防守的情况下过来杀你中象。这招棋呢其实吃象也可以，但是这个棋更妙，他把中象一吃赢得更快啊，你要是敢过来吃他正中下怀，他会怎么走呢？在这个局面下他把象给吃了啊，这样的话就借力用力。那他等你过来这步棋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呢？杀棋就有劲，那么退一将下去之后回马，这边呢踩着车啊，然后吃着炮得子了，所以他就是走出一个双重先手来骗对方啊。所以你吃不吃那都一样，你不吃要中象也杀也是输啊，所以你如果用炮去打那就要输棋。那么这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正招呀，就是平车过来，我看你怎么走，对吧？到这儿你现在往下冲去吃掉你就行了，这个棋只要将来你回马他进老将不破象就行，这个是啊很难赢到的，所以呢简单啊就可以把这个卒抓死。那这个结果肯定是黑的好，车马冷箭嘛，但是他想赢棋就难了。但是临场的话他这个走了个退炮，哎，结果呢黑方有机可乘了，这马就回来了，他底线一将抽你车，就问你敢不敢打这个马。你打马的话他杀你一将啊，你下去穿将把象一破就输了，你上来的话车到底线有个杀棋抽着车啊，你一飞象一将把车抽了那也不行啊，所以至少呀他吃你个象，象一破就输。那临场他现在想到一个平局啊，但是已经晚了，黑方卒进去了啊，你对子又不能对，你不对咋办？进来啊，想把人家马白吃了，那这个马就跳上去了，所以呢这个棋啊徒劳啊，现在这车马卒杀着你，你缺势啊，这个帅位不稳，这不就危险了吗？落象的话也是迫不得已啊，想硬吃对方的子，底下来个偷杀。结果呢黑方这棋很老实啊，他没有落象啊，正常落象他一吃的话车炮对车卒还不好赢，他走了一个出老将，那这个棋狠啊，他狠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把我的马一吃，我杀过你象，你一平我再退一炮你再抓死，这样的话等于是一个换子棋，换完之后你没事的话那车卒很快就杀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棋啊借力用力啊太老实了，这招棋走的对方啊确实是很无语。那么他临场的话就是啊，将军甩过来就这么顿挫了几下啊，但是的话你不能老这么下呀。那么最终这个棋啊人家出老将了啊，他现在晃一下之后呀就平车想跟着卒
这步棋呢也是无奈的变招，因为不能一将一叫杀啊，去捉人家。那既然走到这儿以后呀，你又不吃他什么子啊，他这时候再把象落回来，就不让你利用了啊。然后这个棋要抓你象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把这个象补起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卒就靠进来。到这儿他是要回马，一回马之后有一个这个卒啊冲下去双将的棋啊，确实不好应付啊。那么这儿随时还可以甩过去啊，出老将都厉害，车四平六这个帅，将五平六啊。那现在他先出去，就不让你这个又甩车这个杀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车又甩这个位置了，吃炮去了。红方只能长起来说啊，那这儿退一将是探阴手，看你上还是下。那上来的话也是比较危险啊，下去的话常规招法。那这儿他退一步，准备的一面一将出老将，还这个意思。那正常的话他就过来吃卒了。啊，其实应该是过来看赢面，但是你一看他把你炮吃了，卡住象眼了，他想看看不住呀，很无奈啊，吃卒想把对方赶出去。那这儿的话直接把象给破了啊，吕欣走的是非常犀利啊，他还不吃象，先杀一将啊，带着想吃你，这个先手抢的确实妙啊，本来车马对象车炮他就守不住，这边呢一点机会也不给他啊，甩过来继续呢这个追杀对方，他有一个回马一将啊，你吃点将抽车的棋。你不吃的话回马一将他可能还要踩车啊，所以这个棋你上来点死很犀利啊，就回马杀他。他现在这个棋啊平炮看住，你敢回马将我打掉你也算是顽强了。结果呢黑方一将啊，再一将抢占中路之后，他知势准备了元帅脱袍，这棋你就要平车守擂，一回马就完了啊，这个确实是没法抵挡，他想退回防守来不及啊，一招飞象啊杀棋，怎么办呢？推炮，这也是顽强招法了，意思就是车看马，然后呢这个炮手迎面啊，你将它可以上，但是呢这个棋他走了个马二退三，这招走完之后呀，他有个什么棋呢？就是车到底线一将回马一将，那这就输了啊。当然这个棋你说你要推炮迎面拍死，所以你是啊手尾难以兼顾，防不胜防。陈超级盘棋啊想强杀吕欣啊，没有对车确实草率了，以为吃车这一杀但是象想杀人家，没想到人家有一个妙手飞象呀，来了个对子啊，最后呢这个出老将之后来了个偷袭底势啊，这个棋他没想到，最终的话是输给了这个车马冷箭啊，这盘棋啊吕欣获胜。